好，现在台这个我们凯利的产品一共有6款之多，因为今天哈7月7号的时候有一个新的产品上市，那这个我等一下会倒着说过来，不会先说那个 SOD，所以旧的会员哈应该比较熟悉了，因为新产品是新的，所以我就倒着说的，那个我先讲 PQQ 哈，那凯利的爆款新品哈全球首发，在7月7号到7月27号这中间是我们的亲戚节。好，那这个 PQQ 加氢气片，它是一个复方的产品，是一个复方的养生圣品哈。那有一句话叫做"活着要靠氧气，活好要靠氢气"。那氢和氧到底是什么东西哈？PQQ 和氢气片到底是什么东西哈？就是一个时光可以逆转的，那可以这个抗衰老、延年益寿的东西。我就分别把这个两个部分哈分开来讲哈。那外面有很多种制氢的方法，我们先讲到哈，氢气片为什么哈会在现在脱颖而出？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个水素水，或者是说这个水素杯，或是氢氧机，哈，这么多。那外面的氢气要制氢的话，有很多种方式。大致来讲的话，有这四种哈。你看罐装的富氢饮料，这是一种；水素杯是一种；制氢机是一种。那现在凯利是用氢气片哈，这个。这个氢呢，它是很容易被跑掉的，所以它的稳定性哈很不确定，它非常不稳定。那如果说哈，你跟那个厂商买了这个像饮料似的那种加压罐的，它是加压在里面，那这样子的话，它如果能够赶快送来给你，赶快喝掉，或许还有点效果。但是如果3、5天、1个月，甚至3个月、半年，那这种东西的话，氢很快就穿透掉了哈，它可以穿透任何东西哈，玻璃啊、什么钢啊、铁啊什么。细胞膜、脑屏障，它全部都可以穿透，所以这个富氢饮料其实你能够弄喝到你身上的其实不多。那这水素杯是最近这几年很流行的，包括 Momo 电视台、东森电视台，大家都可以看到它的价格从2000块到10000块不等。但是这个水素杯有一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质子交换膜哈，它里面的那个内膜，它的那个材料电解以后会导致重金属污染那个氢水。那你喝下去的同时呢，你同时也吃到了一些重金属。所以这个呢，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效，可是久了以后，你或许可能你肺不好或肝不好，你喝了，或是你身体比较没力气，喝了短时间有效，长期的时候你可能会引发其他的累积的这个重金属的问题又出现了哈，可能就又变成变成血管啦、变成头痛啦、什么的哈。再来这个氢氧机哈，这个氢氧机其实是我个人是比较不推荐，因为我知道这个氢氧机它有使用次数啊，譬如说10万次啦，哈几百次啦，这个水素杯也是几十次就效果就没有了。那这个氢氧机呢，它很重嘛，一台大概20-30公斤，因为它这个质子交换的膜了里面呢，因为要放出一些能够就是不要让它。就是要让它能够溶解出这个氢气的物质啊，所以它加进去了以后，它还要需要有氧，氢跟氧在一起，它其实是会爆炸的。那有爆炸的疑虑以外，它还有也是会有重金属污染。那一般厂商也是不会告诉你说它会爆炸，当然也没有那么糟糕说，吸一吸就爆炸，可是也有这样的风险，在国外就有这样子的风险。那你要去吸这个氢氧机的时候，你还有一些雾气产生，你才会吸进去。那你产生这些雾气的时候，它同样的也有重金属的东西在里面哈。那我们凯利的东西啊，非常的这个科技先进哈、哦。我们只用一片这个氧，就是我们里面的制氢是用镁，好、哦、氢氧的里面用来镁来制氢。那这个镁呢，它是那个微量元素的其中一个哈、哦。那为什么用镁哈、哦？因为镁比较稳定哈、哦。那这市面上有这么多种，那就是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水素杯制氢机跟这个饮料其实都已经过时了哈、哦，都已经好几年前，像日本他们流行水素杯嘛。好，水素水啦，水素杯啦，哈，那个富氢饮料，这个都其实都以前是都从日本流行过来。好，在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用镁粉来制氢？哈，因为镁粉的它的这个金属的活动性比较适合。像我们也可以用铝，也可以用锌，也可以用镁。为什么不用铝？哈，大家以前知道，我们以前科技还没有那么发达，社会还是农村时代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大同电锅里面就是铝锅嘛。不止大同电锅，还有很多都是铝锅。但是经过了这个社会的变迁以后，大同电锅前几年好像有10年了，他们就说拿铝锅去换那个不锈钢锅嘛，因为铝它会释放出一种物质，影响我们的大脑功能。那到了我们中年的时候，记忆力减退就变老人痴呆。好，所以这个铝其实是一种过量的话会导致重金属超标，而且它很难排出，它会累积，所以就没有用这个。那用锌的话，因为它活动力不强。而且它制氢的能力也很差，它
制造的氢的那个 ppm 的数比较少，所以也不考虑用锌哈。不过锌是一个很好的微量元素，镁呢它的金属活动性就比较高，所以它人体的神经中枢呢系统也是很需要的这个一个微量元素。那睡不好啦，或者是那个骨质疏松啊，都跟它有关，因为镁可以释放出血中的钙，好让我们的骨质密度高一点。所以如果用镁来制氢的话，反而会引起这个钙，是说防止骨质疏松。所以而且我们每天呢，男生大概要需要400毫克左右的这个镁，女生大概300左右哈。这也有一个哈，这是我们这个文宣是我们公司官方的。那这个哈，哎，对了，有那个伙伴说哈，为什么我们都是这个简体哦，在这边说一下，因为公司哈，第一个开展的华人市场是中国大陆，所以有很多官宣的这个文宣它都是简体字，并不是说我们是大陆做的，很多那个伙伴有这个误会哈。那在这里讲一下，所以我们有一些东西是官方给的，所以我就是按照官方的先传递给伙伴。好，那这个呢，那个什么那个我们美国这边也有公布，就是说微量元素如果摄取不足的话会怎么样哈。那这边呢我提到镁哈，为什么要用镁来制哈，镁有什么好处哈。事实上可以分这六个好处，可以稳定血糖，譬如说这个稳定血糖这个项目的话，就对糖尿病的病人很有帮助。然后它可以帮助入睡，像神经失眠的啦，失眠或者说压力大睡不好的，睡很浅的啦，或者是有精神疾患的，舒缓他的焦虑啦，甚至亢奋，甚至这个躁郁都可以吃这个镁。然后可以降低心血管，是调节这个血管里面的脂肪。那既然能够调节脂肪，就是预防三高嘛，那可以预防三高，就连带的可以帮助血压，降血压，然后这个预防这个高血压。那有些人像女生比较容易偏头痛，因为她这个跟经期这些都有关系，跟生活压力也有关系。那这个也可以缓解经期不适，月经痛啊，或者是这个偏头痛的状况。好，那再来就是说，她刚刚我有讲到，她可以诱导我们血中的钙释放出来，那把骨质的密度弄密实一点，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所以有一本书，大家如果有兴趣，对于镁的这个有兴趣的话，我这里要写说这个是要解释哈，凯莉为什么要用镁来制造氢哈。镁有一本书叫《镁的奇迹》，它里面就有讲到未来十年最受瞩目生病的营养素哈，就是镁，它有细胞活动的守门人的称号。所以呢，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哈。为何我总是睡不好，精神不济？为何我总是有气无力？为何我总是感到日子没有希望？终于知道，因为我不美，是他的美不多，他有这样子的这个，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镁来制氢？那用镁呢？因为镁啊会爆炸，大家应该前阵子有看到东森新闻有报道，小港机场旁边有个工厂，那因为本来只是普通的火灾嘛，啊，工厂起火有时候难免会有这些不慎的公安发生，但是呢，它这个起火非同小可，因为它旁边还放了那个镁合金的那个燃料哈。哎，我讲话的速度有点快，如果太快的话哈，各位可以讲一下，因为后面东西比较多哈，所以我讲的比较快一点。那个这个工厂的旁边放了一个镁合金的东西，然后那个火花就喷溅过去，然后就起火燃烧，所以我们要运送，所以这个镁爆炸，大家上网去 Google 一下，你就打镁爆炸三个字，哇，一大堆实验室很多的镁爆炸，所以在实验室里面都要相当小心了。那也听那个当那个我们的 Bogo 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啊，他也说我们林博士在研发的过程当中也是烧了两次哈，不过现在大家放心，都已经很稳定了，而且我们是拿到了拥有美国运输部的这个镁粉运输的许可证，还有符合职业安全标准的这个哈，这两个单位给的这个证件哈，证照哈，我们才可以运送这个镁哈，然后制作这个镁哈，所以我们现在很有福气，都是原位点就可以制氢了，不用别人说用氢氧机啊哈去吸，也不用用水素杯要放多久，也不用插电，也不用溶解，也不用去买罐装的来喝，你就弄一杯水丢进去，然后原位就可以杂化制氢了哈。所以我们生活中的镁粉哈，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像过年过节买给小孩子玩的那个仙女棒，有没有？仙女棒上面就含有那个镁粉，好，当然它还有铝粉、铁粉、碳粉啊，硝酸钾啦、过氧化氢啦，这些懂的这些东西哈，有这么多，所以呢，有这么多的东西才会有这样的亮光。那主要是在说镁粉它是可以燃烧爆炸的哈，就有这两个这个哈。再来哈，我们再谈到这，我们刚刚说用镁粉制造这个氢气片嘛，那这里面我刚刚讲是复方的，那什么是 PQQ， 什么又是氢，我们就分两部分讲。PQQ 的中文就是比洛奎林醌哈，这是英文翻译，很难记，对不对？就记 PQ 就好了。比洛奎林醌这个就是英文哈，他就用这个 Pro 什么 Quinine 什么的，好，这样翻译。
啊，一种是天然溶于水溶性类似维生素的化合物，它是一种维生素化合物，它现在还没被归类为维生素，可是有一天它一定会被归类为维生素，因为它现在的氧化功能是前所未有的超强的一个氧化还原的新辅酶。什么叫氧化还原的 新辅酶、啊、我们只听过辅酶，什么叫新辅酶？就是所有的辅酶要作用之前它都要有这个东西、啊、我比如说 Q10 好了，大家应该听过 Q10 啊，很多人在使用这个 Q10 的美白啦，或者是、治疗 各方面的关节啦，怎么样，这个 Q10 它是一种辅酶，可是 Q10 如果比喻它是火星塞的话，那这个 PQQ 就是那个火，你不点燃的，你 不踩油门的话，你不踩下去的话，你这个火星塞在那边你还是不能发动，所以它是所有酵素所有辅酶的一个新的辅酶，辅酶的辅酶。所以我觉得凯莉很厉害的地方，我们老是发现前体的前体，好，辅酶的辅酶就是前面的那个人，在更前面的那个人就是妈妈的妈妈就对了。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太厉害了。那 PQQ 呢，它平常有没有存在我们身体？有，母乳里面很多，所以就是科学家有证明小孩子他就很需要 PQQ 婴儿。所以你看小孩子如果生病或是皮肤有割伤，他很快就复原了，恢复的能力很好，因为他有很多的 PQQ 在他的体内。那平常在我们的土壤啦，或是某些食物里面都含有，譬如说大豆绿茶啦，萝卜啦，柳丁、橘子之类的，番茄、黑巧克力还有桃子。最近那个、我们的伙伴、都去买拉拉山的桃子，那跟我分享 很谢谢、那个、像这个桃子猕猴桃，桃子之类里面就有很多的 PQQ 的这个，这个 就很多就非常好，它有很大的活性，在人体的功能上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这就是 PQQ。 再来、PQQ 呢有什么样的功效，这个这上面的功效呢，这九个功效是、公司的官方给的。好，那我们大致讲一下哈。以下我有整理一个比较简单的哈，这个是一个新发现的水溶性的维生素哈，是细胞发电厂粒线体的优化剂。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细胞里面的发电厂就是粒线体嘛，我们可以把它优化，就是把老化的变成更年轻，然后把那个没有长出来粒线体的啊，就是让它长更多的粒线体。长更多的粒线体就制造更多的工厂帮助你就对了。那价格呢是黄金的3000倍，那一公克相当于39000块的美金，所以相当稀有。然后是自然界的免疫之王，它的功效比灵芝效果强8到10倍。我们都知道灵芝是抗肿瘤抗癌的东西嘛，所以它这个以前我们在没有那么多东西的时候呢，我们都用灵芝来治疗肿瘤、哦、它里面有三铁类，那这三铁类它也可以围住这个、这个癌症的细胞，癌细胞把它杀死。那这个东西呢还比它强8到10倍，所以就是真的很超强、哦、那它抗肿瘤的效果和抗癌的效果非常好，就是说它能够把这个、T 细胞、哦、还有 NK 细胞 B 细胞，这个都是我们的，这些细胞呢都是我们的免疫细胞，那这些免疫细胞都有杀死病毒和细菌的功能。那 当我们被入侵了，这些入侵到我们身体里的时候呢，这个 PQ 这种东西呢它就可以有调兵遣将的功能，它可以有发挥兵团的作用，它会把这些杀手细胞全部集合起来。那集合起来干嘛？它就把这个癌细胞全部围起来，然后就溶解这个癌细胞的蛋白质，然后让它凋零，然后它要复制 DNA 的时候， DNA 就是它要生小孩的时候，这个癌细胞生小孩的时候它就不让它生小孩，然后它整个就瓦解它，凋零它，然后溶解它。所以这个 PQQ 很厉害，它可以把你家的就是癌细胞这个家里面的水电全部截断就对了，没水断水断电，然后这个细胞就死掉了。好，而且再来它可以防止肝损伤，修护肝脏的疾病，因为我们肝脏是排毒的器官嘛。在这里讲到我们身体有四大排毒的器官，包括皮肤是最大的一个排毒器官，再来就是肺脏，就是我们呼吸系统，肝脏呢就是我们的内分泌系统，还有一个是肾脏，它都可以对我们这些排毒的器官做一个修复。再来它可以 穿透血脑屏障，防止神经系统有关的疾病，像那个什么帕金森氏症啊，像那个老年痴呆啊，像阿兹海默啊，哈，对这个 PQQ 都有很大的调理缓和的作用。而且再来它可以促进氨基酸的合成，营养人体细胞，哈，氨基酸是蛋白质的最小分子，如果可以促进氨基酸的合成，就表示我们的蛋白质吸收就有很强的吸收能力，因为它已经它就是可以促进这个最小分子的吸收，所以可以营养我们的人体细胞，提高我们的代谢能力。再来就是说会延缓老化，哈，那刚刚有讲到可以穿透血脑，所以它可以预防神经疾病，包括这个失智跟老年。它
它促进这个谷胱甘肽的合成，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也是一种酵素，也是一种那个我们的里面的身体里面的一个维生素的这个成分哈，它可以就是排毒，这个谷胱甘肽它可以排毒，它可以抑制黑色素抗衰老啊，它可以抗氧化，可以美白。所以最近那个上班族的那个美女啊，常常利用中午睡觉的时间呢，她就会去买这个谷胱甘肽的这个产品哈来吃，然后就可以睡那个美容觉，中午就美白，很流行这种。大家讲的微整形里面除了去拉皮这个以外，也有这个谷胱甘肽这个哈，你看人家一个这个东西一个小小成分就可以做成商品来卖，而且还不便宜，一罐还五六千哈，啊2000多这样到五六千不等。啊，这个东西呢不仅可以美白抗可以排毒，可以这个抗那个黑色素抗衰老，它还可以保护眼睛啊，尤其是对白内障的这个健康功能保护很好。这个公司给的这个官方的这个9个这个，那这个呢其实是 PQQ 的活性哈，这问题整理给各位，各位可以先拍照起来，它就是跟前面大同小异，但是有一些小的地方，譬如说合成什么生长因子哈，可以就是让那个腺体再生，然后它里面就会有多一些生长因子出来哈，再有你看促进谷胱甘肽，这个就是这个是翻译的哈，怎么写都没关系，字都没关系哈，有很强的抗癌功能哈。再来哈，这两张是差不多的。再来，好，那氢是什么呢？氢哈，它是元素的周期表上的第一个，也是最轻的，也是最小的。那氢元素或者是氢原子，它通常都是单质形成的一个氢，就是这个单的由一个质子最外层是两外层是一个电子组成哈，那就叫 H2 嘛，两个哈。它不会跟其他的氢原子组合，所以它是两个氢原子由化学链相连接成的。啊，这个是化学是国中的时候，大家也不用记这个，我只是告诉大家，因为有些伙伴会问那什么是氢，我是在讲这个。它体积很小，功能很大，刚刚讲说它铜啊铁啊全部都可以穿透脑屏障啊，或者是脂质啊，身体的脂肪血管，或者是细胞膜细胞核粒线体，它都可以让它再生这个东西。所以它跟那个什么细胞核和粒线体都有保护大脑的作用，它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它是一个很聪明的能靶向消除人体最有害的两种物质。能靶向是什么意思？就靶向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当做一个标靶，像我们开车的那个 GPS 有没有，你可以设它可以设定一个哪里需要我就把它抗氧化掉，而且它是双向调和的一个氧化剂。什么叫双向调和？双向调和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所有的自由基都全部可以把身体的自由基全部都抗掉，你如果把身体所有的坏东西全部抗掉的时候，那这个身体就觉得天下太平什么都好了，那就会这样摆烂，就是跟我们人一样你知道吗，生活这过得太奢华太安逸了，就什么都不要，没有动力，这样子不行。我们有一些呢自由基还是要它存在的，它存在干嘛呢？当它有自由基存在的时候，我们这个氢离子呢它就会启动抗氧化的其他的力的起来工作，说有一个外物侵入我们的身体了，你们赶快工作，看他是贼还是小偷还是什么的，还是强盗，我们赶快来抵抗一下。那这样子才会让我们的身体有双向的这种运作，才会有一直不断的这种代谢的过程。好，所以它是一种双向调和，而且它能够当 GPS 去很大的炎症，它就会很快去把它锁定，像标靶的意思，把它消化掉哈。尤其是对我们身上最两种有害的自由基，像亚硝酸离子啊和羟基的自由基哈，这个就它就很有选择性的，是抗氧化的最高境界，因为它有靶向，而且它可以双向哈。那氢离子进入身体以后，它会跟过氧化氢的物质就合成以后变成水嘛，好 H2 加 O 就会变成水了，排出体外，它完全没有毒，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也没有任何的残留，所以它作为膳食纤维的补充是最好的一个东西哈。这是氢分子。那氢分子在它的化学功效有它的那个生物学功效有什么呢？好像也有很多人哈，很多美容的圣品里面都有含氢的这个里面，它可以抗皱啦、祛斑啦哈。那这个新陈代谢方面哈，你看有很多的，像 PQQ 它也提到对那个血糖很有帮助。这个东西呢，它可以提高那个胰岛素的敏感性。那胰岛素呢哈，是胰脏分泌的嘛，那它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就可以提高胰脏的功能。那胰脏干嘛？它平常分泌的胰岛素跟那个什么跟那个升糖素，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血糖控制的很好，甚至帮我们的这个食物消化的更彻底，然后产生这个蛋白质更细的分子氨基酸让我们吸收。好，所以它可以降低胆固醇和血糖，来对抗很多代谢综合症候群。所以有一些
都去挂新陈代谢科的人，他就可以来喝我们这个，喝我们这个就非常的好、哦、那再来的话，他就对那个中枢神经有保护的功能，可以舒缓精神的压力。由于精神方面的疾病造成现在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很多，像以前有一个高那个什么捷运上面杀人事件，有没有，他就是根本就是精神状况有问题。我觉得这个都是中枢神经系统喝了太多的那个外面的外食或是饮料，很多添加物慢慢的累积造成这样子的状况，然后乱杀人那种。我觉得这个我们自己也常常外食，也会喝到吃到这些东西，所以要来喝这个。好，那再一点就是说它的功能有就是免疫的功能哈，会让它调节到正常。如果以前习惯很不好的生活习惯，它会让你就是喝了这个以后，慢慢的组织修复再生，会合成新的立腺体，一样跟那个 PQQ 有很一样的效果。那抗发炎啊，尤其对那个关节疼痛的人，好，或者是你要打玻尿酸的，或者是你那个老化了以后哈，关节的磨损，关节腔的那个黏液分泌比较少，都会磨损嘛，啊，上楼都会痛的那种哈。可以来喝这个喝喝看。那它对大脑、肝脏、胰腺、肺腺、啊、眼睛、心脏的器官都有保护。像我们自从台湾那个废核反核以后，不是用那个火力发电吗？那火力发电以后，我们的卫生署就有统计，那个肺腺癌的病人多很多出来，肺部的疾病的多很多出来。那这个东西呢，就可以让这个肺腺的这个地方呢，长更多的这个它的细胞里面长更多的立腺体，来帮助我们度过这个悬浮微粒的这个。威胁哈，就可以来喝这个。那再来就是它有抗过敏啊，像气喘、支气管过敏、过敏性鼻炎啊、皮肤炎啊，或是皮肤很严重的瘙痒的那一种都可以哈。还有抗辐射，抗辐射就对有一些人，好像放射科的啦的医生、护士，或者是说在太空人他们哈，那种无氧的状况，他们辐射的那个强度都会让那个身体的不仅是皮肤变不好、肝脏变不好，甚至哈DNA 的序列都会变成异常，那就可以来吃这个哈。那可以抗自由基、消除疲劳、防止细胞变异，有没有？防止衰老凋亡，这个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氢气的十大生物学功效哈。好，再来下一个的话哈，氢气片哈，它如果两个刚刚讲了 QQ 的功效嘛，那讲了氢气的功效，然后他们两个协同作用可以怎样哈？他们可以有三个功效，就会促进你看好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名词啊，促进希望分子形成，然后促进呢这个 NRF2 的通路哈、啊，这个等一下解释啊，而且它可以保护立腺体哈、啊，它可以再生哈、啊，一直都强调可以再生立腺体，大家就知道立腺体有多么重要哈、啊。好，来下一张哈、啊，一个哈、啊、科学的配方就是它可以有协同作用，当 H2 和 PQQ 协同作用的时候哈、啊，它就会产生了一个希望分子，那希望分子可以干嘛？希望分子哈、啊，它的那个名字就叫 PGC1α。啊，这个东西要干嘛？这个东西就和立腺体的健康还有它能量代谢息息相关，而且它可以促成新的立腺体产生，就是你细胞里面的新的工厂、哦、那细胞的工厂是立腺体，大家可能要记一下、哦、叫立腺体或叫线粒体都可以、哦、大陆的翻译叫线粒体，我们台湾的书是叫立腺体，都一样的、哦、那可以帮助清除自由基，调节脂肪和糖类，有没有？胖的人来喝这个啊，可以调节脂肪，表示它可以减重嘛，对不对？它可以调节糖类，表示它可以预防糖尿病嘛？好，这样子，好，调节中枢神经系统，它表示可以有关于中枢神经的一些疾病啊，都可以什么髓质什么硬化症啊，或者是什么一些肌肉重症肌无力的啦，哈、啊，这些都可以保护大脑，调节情绪。再来，它可以平衡我们身体指标，就减缓生活习惯不良导致的生理失常，这是它第一个。好、啊，两个合作以后会产生的第一个效果哈、啊。第二个效果是。啊，这个效果就是我刚刚讲的会激活这个叫 NRF2 通路哈、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就细胞里面的是抗氧化的通路，它本来不是很活跃的时候，你把它激活了以后，它就帮你开了一条贵宾道，像你要通关的时候，你就有这条路可以走。界点的厌氧器哈、啊，这个厌氧灭爆技术，因为刚刚讲过了，那个镁粉会爆炸嘛，那你要让它能够在那个厌氧的环境中不会爆炸是要有技术的哈。那原位杂化就是说我们只要丢一颗进去，然后也不用搅拌也不用干嘛，它就会释放出氢哈出来。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让各位看那个影片，那群组里面老师们都有发那个影片啊，制氢的影片很简单。那现在我们大家都是科学家，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只要丢一颗氢片就可以了，看多幸福。他们还要像外面的人，他们还要用水素杯电解插电啊，有的人还要半个月一个月就要去
去，如果自己没有买氢氧机，就要去医生那边吸那个氢氧机，那你也不知道那个医生那台氢氧机吸了几个人了。如果它的使用期限是十万次好了，啊，你是第九万次，那你这样会有效吗？效果一定会减量嘛，对不对？那你吸到的东西有没有重金属，这都是疑虑哈。再来，我们是维纳米的气泡技术，再来就有一个离心雾化弥散技术哈，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技术，高端的技术。再来的话哈，我们挑一个看哈，这个维纳米的气泡技术大家比较能够理解哈，这个是普通的那个富氢水，只是在那个肉眼之下哈，有时候你看我们在这个相片里面。这个相片里面呢、啊，你看这个富氢水，这个普通的这一杯、啊、它这个气泡很少嘛。凯利的这个，你看这个哈、啊，数百万个纳米气泡，它前面它这是说，它这个很快，这个普通的这个很快就跑掉。那这个的话，它不仅可以很慢，可以储存四个小时哈、啊，它在外面还有很强的那个负电荷，它可以锁氢，而且可以储存氢气，稳定性很高，所以要逃逸也比较困难。好、啊，所以凯利的这个哈、啊。你看、哦、它这个 11ppm 就是说11ppm 就是 11mg、哦、公升、哦、这个升嘛、哦、1000cc 的水有 11ppm 嘛、哦、那这个呢 1000cc 有 0.8 你看差多少 11.8 那国际标准是说你那个清水、哦、只要 0.5ppm 都可以叫清水那你看我们超出多少我们超出十几倍、哦、所以非常非常的便宜也非常的有福气、哦、这是维纳米的气泡技术好，再来，我们用这个镁来制氢，产生氢气的同时，也补充了我们人体的微量元素。这一罐哈、哦，里面哈、哦、有60颗哈、哦，那成年这刚提过了哈、哦，大概400，这个女生大概300哈、哦。那氢气片每两片含有80mg 啊，这个每两片含80mg 这个哈、哦，我有问过钻石哈、哦，问他说是到底是两片还是每一片哈、哦，他说他去确定一下哈、哦。那这个。官方给我的文宣是写每两片的、啊、那我们还是先以每两片那等 Grace 上等一下他要开会我再问他看看他说要去问那但是他还没告诉我、啊、这个两个呢两个这么强大的这个抗氧化剂结合它就是主要就是改善立腺体的功能嘛促进立腺体的再生激活长寿基因三条、啊、等一下会讲第三条是什么、啊、延缓衰老保护神经保护大脑、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新款爆品的首发的产品、啊、如果还没有买来饮用的大家一定要吃这个东西我们太需要了尤其是我们现在台湾这样子整个岛都是光纤岛大家知道虽然我们台湾科技很发达我们以前是晶圆代工厂嘛那我们整个岛都是 WiFi 来 WiFi 去的到处都是不是只有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岛的那你知道我们这种 WiFi、虽然微量不会对我们的脑神经产生什么啦是到处都是 WiFi 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它10年20年后学家又发表了什么所以如果你有先养生的话是不是可以预防很多的疾病、啊、使用方法这里有哈那个每天一天两片、啊、然后用这个大概250到300cc 的水哈、啊、公司这写2364是最精细的是测出来的那我会放这一张是主要哈主要并不是这个使用方法我想大家都知道主要是下面这里有一个提醒啊资料没有经过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评估本产品不适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任何疾病、哦、那在这边也要、跟、公司、提醒各位伙伴我们不要拿着产品找病人因为我们不是医生然后 也不是那个有很多的那个组织行销的公司因为夸大疗效宣称疗效然后就会让公司受罚那我们这个是照顾亚健康的很多亚健康的人都需要那你如果刚刚好遇到你的朋友有这个病拿去保养那无可厚非但是千万不要拿着这个产品去找病人这样会增加很多阻碍也会延误别人看病的时间 好再来下一个我们也有很多的国际权威认证你看这个不含任何的动物的原料清真认证 CGMP 然后反兴奋剂组织的认证非转基因的认证还有是原厂美国制造哈，这个认证好。那现在呢，零售价就是市场零售价209块美元，经销跟优惠顾客都149哈。能活需要有氧，活好需要有氢，所以氢哈跟这个氢气片跟 PPQ 两个联合起来的强抗氧化物哈，是我们细胞非常有帮助的，而且可以延缓衰老哈。那有哪些人需要呢？哈，亚健康的人。刚讲的亚健康包括什么压力啊忙碌啊哈节奏太快了便秘啊消化不良或者是肥胖身体负担很大的
暴饮暴食不吃蔬菜水果的，只是说你青春期过了还长很多痘痘，或是正主青春期分泌失调都可以。有口臭的、肝不好的、肠胃不好的，可以是来用我们这个 QQ 加清气水哈。那这里在第二个提到的，特别要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个东西很适合银发族，所以你看那个李嘉诚那个富豪，他为什么 投入那么多钱，请鲍伊帮他研发以前那支产品叫 NR 的，那我们现在哈自己的母公司来研发，就是要抢银发族的这块哈大饼。除了这样，也是帮助银发族的这个中老年人哈，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表，就是说这个一个参考，就是如果五项中符合三项以上就是衰弱症，符合一或两项就是衰弱前期哈。那这些的话，在你还没衰弱之前，大家都赶快来喝这个水，就不会有这种情形了。好，这个是老年人的这个。好，再来下一张哈，第三个谁适合哈？就是有这六大危险讯号的人都适合。好，那一张就是我没有声音要跟我讲哈。那像这个胃口不好、体重减轻的。好，这个但是我这个要提一下，体重减轻好像那个癌症的前期也是体重减轻的，所以这个还要请他先去看医生才是哈。那疲倦无力的、提不起精神的、走路变慢、容易跌倒的啦，或者是出门次数很少、变得很自闭的那种的，那个跟社交那个量减少的、记忆力变差、心情变差的这种、生活自理变差、需要他人协助，这个都是六大危险讯号，他们都可以提前来喝这个哈。这里我有写，尤其是三高一胖的朋友，什么叫三高哦？高血糖、高血压，好，高血脂就是三高，一胖就是中间啊，一圈中广身材很胖的、肚子很胖的那个，就三高一胖的，这个都很需要哈，喝我们的这个清气水。好，好，以上是大概是清气水的这个分享哈。那因为速度有点快哈，所以如果有断讯就告诉我一下。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讲到我们原来的，一下哈，好，来就讲到我们原来的这个产品。那要讲这些产品，那个青春丽鳞片以前哈，我还是先讲一下我们富一公司，我们的母公司富一哈，它现在就是有很多新朋友刚上线嘛，所以我们有几个新朋友刚加入，他不晓得富一是什么哈。富一是一家就是帮那个 Costco 哈、沃尔玛或是 Whole Food 的或 GNC 好像我很多的那个品牌都是 GNC 的，或者是屈臣氏、李嘉诚啊、CVS、Viva 这些众多的企业配方，这些这个膳食纤维的这个营养的厂家加工生产的，帮他们加出，我们都做品牌供应链的这个公司，是我们的母公司，就是凯利的母公司。那我们凯利是富一的子公司。那为什么要做这些抗衰老的东西？因为八位诺贝尔得奖的这个得主，他们都支持抗衰老的理论，而且这些科学家讲说有两点可能大家听了以后都会有点难过。他说肥胖也是病啊，然后衰老也是病啊。那肥胖呢是身体慢性发炎，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胖胖的很有福气，其实是身体慢性发炎。那衰老是一种生病，科学家认为我们可以活到150岁哈。所以这个我们在很多杂志里面哈，我们的这个 NAD 哈，就是这个 NMN 的前体这个东西哈，发表在很多的杂志里面。那包括哈，以前十年前这个美国的太空人他是拿白藜芦醇当做太空人的这个膳食补充，但是现在呢，他们2025年呢，他们 NASA 有一个火星计划，他们要拿这个 NMN 呢，这个能够修复 DNA。 因为大家知道在那个、真空状态的时候，这个宇航员他的辐射甚至会连那个他的基因或是遗传的这个问题细胞都会变异，所以他要用这个来修复他的那个保护他的太空人就是了。好，那我们的产品有16项的国际权威认证，刚刚前面也有稍微提到一下。那这16项就有这么多，大家可以上网去 Google 富一，然后它就有这么多的认证。那它的产品，它的原物料也都有认证，产品它的产品终端产品除了跟那些什么屈臣氏啊、什么沃尔玛或者那些他们的产品给他们以外，它其他做出来的产品都是给凯利的，那凯利的原物料都有认证，所以产品也都有认证。那这些认证呢，里面呢看有反兴奋剂组织的认证，那有这个这个什么符合 HACCP 的标准工厂认证，有这个 CGMP CGMP 就是说我们都说 GMP 嘛，可是它是 CGMP， 就是符合当时的法规当下的法规的认证，所以一直要去认证你知道吗？不是说认证完以后 GMP 的，那你认证完了可能三五个月三年五年后它可能
西就不一样了，因为它只要认证一次。可是 CGMP 是啊，周期性的一直要认证的啊，可能两个月，可能一个月，可能三个月啊。那所以呢，还有这个还有 PDR 哈、啊，美国医师处方的这个、参考的哈、啊，在美国医师处方的这本书里面哈、啊，这个参考这个字典里面哈、啊，它全世界有三四千种的 NMN， 它收纳了六款的 NMN。那我们凯利的产品有三种在里面，你看这样厉不厉害？所以医生是拿这个东西，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的产品是介于药用跟这个膳食的最极端。为什么会有那么有效？譬如说食就变成药，好，含量食就变药，我们可能是 9.9，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有效？就是我们是研发的团队自己在研发，他知道怎样最有效，所以有很多的我们的很多膳食的纤维的东西，像 PQQ 啊，像氢气，有很多国家在欧美，他们是拿来药用的，可是我们很有福气就可以吃到 啊，也不会对细胞产生什么样的，反而还帮助立腺体哈、啊、长更多的工厂出来哈、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认证刚刚那16项的 mark， 上面10项是 FOE 的认证的 mark， 下面6项这是我们凯利产品的认证啊。那这16项。全部都属于凯利，因为我们的原物料就是这个我们工厂的认证，所以我们是绑在一起的，很供销一条龙。最短的销售链，不是他们研究好就直接到我们的这个会员的手上哈，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最短的销售链，然后这些都属于我们的认证。好，那凯利呢，它所有的数据，它所有的这个研究数据都汇整在杜克大学的网站上面，大家都可以去这个网站哈，可以记录下来，然后你上网去搜寻凯利所有的数据，研究数据包括那个膳食纤维的什么组譬如说是有生病组的跟没生病组啊，什么人种怎么样的哈，所有的记录全部都在杜克大学里面哈，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哈，我看了好几篇然后觉得很感动，竟然可以在这边做的这么仔细哈，每一篇每一个产品每一个什么技术全部都有它的 paper 可以参考哈，不是空穴来风的。再来下一个哈，我们讲到我们的青春逆鳞片，那是我们产品之前的一些大纲哈，跟各位讲。那我们第一款产品青春逆鳞片，这里面呢，这个名字取得真的非常好啊，青春又逆鳞，里面有 SOD 加 NMN 哈，是美国一家生物酶产法的哈，生产法的，好，它有 99.92 的精纯度，那唯一含有10888000的这个 IU 的 SOD 哈。那这个是国际单位，是SOD 的国际单位。那它里面呢、啊，一共有90颗，每一颗有125毫克哈，所以每一瓶有10800毫克的 NMN 哈，可以激活7条长寿基因。那我们现在是用口腔黏膜吸收用含的，它的那个吸收程度仅次于这个静脉注射哈。所以的话，我们就是什么叫 SOD 哈？它的中文名字叫超氧化物歧化酶，它是一种。有带金属存在体内有带金属的那个金属酶哈，它能够这个帮助我们改善炎症，然后这个保护心脏，然后可以抗这个自由基哈，可以这个提供我们抗衰老的这个身体功能。我们呢就是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这个美国他们有一个大气象局哈，跟科学家他们深入到这个2000，等一下哈。深入到这个2100米的海底去做了一种这种湿热藻，那这种湿热藻可以在464°C 的色素下存活，那所以就把这个东西拿回来研究，就这个分离这个萃取出来这个 SOD。 那它这个 SOD 呢，我们这个呢像它这羊每条，这个是我们钻石做的，做得很好，谢谢它。它这个 SOD 可以说是深海的这个软黄金，那这个每条讲的是我们后面的益生菌，它有这个两万的 IU 哈。好，那什么叫这个 beta NMN 哈？刚讲 SOD 嘛，它是超氧化物歧化酶，这个是烟酰胺核苷酸。那这个 beta 的 NMN 有两种，一种是 alpha 型的 ，alpha 型在外面大概用化学合成，那 beta 型的话，我们是用生物酶发酵技术来发酵的。好，那这个 beta NMN 呢，就是生成 NDA 加这个哈 NAD。NAD plus 这个 NAD 加这个 的这个前驱物质啦，所以吃这个进去以后，它就会产生这个，然后再刺激我们的长寿蛋白，让它就是延缓衰老，大概是这个过程。好，再来，然后我们吃这个的话可以补充细胞的能量，而且激活我们长寿基因，所以这里有MMN 有什么功效，它就可以激活这个，然后补充这个，
家可以把这个先拍起来，因为我们好像时间怎么够，是不是？好，接下来哈，这个你看七条长寿基因，好，它可以调整这个参与代谢怎么样的哈。好，那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这个 SOD 有什么样功用呢？它可以抗光化哈，抗糖化，抗氧化，抗炎症，抵抗大脑的衰老，可以抵抗我们身体的衰老，它有这些功用。就是抗氧化物，一个很强的抗氧化物就是了。好，那我们呢，这个万灵八百这个贝塔的 MMN 呢，它的高含量就是说，我们一瓶有九十片，好，那每一瓶有这么高的含量，每一天都吃的话，哈，其实你长期吃下来，现在已经有很多见证了，但有很多见证都说这个非常好。那我们的发酵的技术，我们的科技就是有这几个技术，我们的产品。生物酶发酵技术、单细胞发酵技术，还有小分子纯化技术，还有这个超临界膜的这个技术，那这个每个技术它都有很多的工艺，都有很多的步骤。像生物酶发酵技术，它就是拿就是一个35度 C 的这个发酵的这个地方，把它模拟我们身体的体温，让它自己产生这些酶来发酵。这些每一个技术都有它的介绍的那个工艺的方法。我现在就先告诉各位，这有这四种，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慢慢来介绍这个发酵的。那我们的权威认证就刚刚有大概提到了，那关于这一个的话，它就有这么多的认证。好，再来，我们的纯度是 99.9 的这个 beta 的 NMN， 这个是由一个营养学的实验室出具的一个第三方的认证，3MIT 它给我们的认证，也不是随便讲讲的，每一个认证它都有证照就是了。然后这个呢，可以抗衰老，可以清除自由基，可以补充细胞的能量，可以增强免疫力，就是我们青春丽鳞片的主要的功效。这款产品，这个青春丽鳞片刚讲过了。好，再来，那我们的适用对象是哪一些呢？老年人辅助改善各种老年疾病的，或者是缓解亚健康的，刚有提到亚健康是什么，睡眠差的，视力下降的，熬夜的，要考试的人，压力很大的，保持头脑清醒的。好，抗辐射，刚刚我有讲辐射，譬如说医生、护士啊，空中机组人啊，飞行员啊，那个空中少爷小姐的啊，癌症病人，化疗以后要修复基因的，提高免疫力的，还有身体那个想要长肌肉长多一点，那个健美先生、健美小姐，那个也可以吃。好，运动员要提高他的表现的，就是常常有喝酒要解酒，保护肝脏的。所以有一个伙伴很可爱，他去推广给，因为他们隔壁是在酒店上班的小姐，他推广那个，然后卖一大堆，他真的是也蛮好的，我觉得很好玩。然后吸烟的，降低烟瘾，这个可以戒烟，大家知道吗？这个可以拿给那个要戒烟的朋友，他每天吃，他大概吃一个礼拜，他就会觉得吸烟 有一股怪味道，我是 听那个分享的讲的。那可以提高这个多巴胺的水平，忧郁的这个多巴胺是一个快乐分子嘛，你有提高脑内的这个的话，你的情绪就会改善，然后增加大脑的供血量，就缓解这个抑郁造成的大脑退缩。还有像我们中年妇女这个脸部的胶原蛋白流失都好像土石流一样啊，那就要让它漂亮一点的话，那延缓衰老也可以来吃这个哈，或抵抗力比较差，急性感冒来的时候你也就跟着流行的人哈，可以用这个。好，那刚提到七条长寿基因是什么哈？这就七条，大家先拍起来好了。第一条可以干嘛？第二条干嘛？第三条干嘛？第三条是延长寿命的，好，它可以激活第三条，是刚刚那个 PQQ 加氢气片嘛，所以可以延长寿命的。好，所以这个非常好。这个我们这一个 SOD 加 NMN 这个也可以，好，可以激活这七条这么多。你看心脏血管都包含在里面的，脂肪酸什么，所以可以吃一吃。为什么那个我们暂时它的会？说他自己虎背熊腰，然后吃了两个月 少两号，就是因为他可以调节脂肪酸，好，然后可以调节那个血这个什么血糖，所以心脏病的那个指数、糖化血色素都慢慢降低了。将军就是这样哈。好，再来哈，我们再讲到这个现在当今的这个 COVID-19 嘛哈 ，MMN 可以治疗，而且可以改善 COVID-19 的病患哈。这个不是我随便讲的，是一个医生，他已经美国的一个权威医师，他已经用 MMN 治疗了55岁的新冠重症哈。他只给他用这种鸡尾酒疗法，所谓鸡尾酒疗法就是说它很多药一起用了，那这个 MMN 也加在里面，也参与其中，只有一个晚上12个小时的时间，它就提升它的 5% 85% 的这个免疫能力，10天以后它就从阳转阴，然后让它出院，2天以后发烧头痛胸闷这个症状全部都好转了。
那就只用十天，他竟然成功出院。那这个呢？这个是他的 X 光哈、哦，那个 X 光照出来，如果白白的，大家就要担心，那里面表示有化脓啊，或者是说有发炎啊，就白白的。正常的是这样哈、哦。那有人说白白的比较干净，不是哈、哦，白白的 X 光出来是发炎，它就变这样就出院了。所以这个东西呢，现在新冠肺炎，不管我们台湾的这个什么疫苗这么争议性这么大的时候，又一下有一下没有，又打不到，那怎么办？就吃这个，就一定要吃这个，吃这个来保护自己，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只有自己帮助自己哈，天助才会，自助才会天助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我们现在疫情这么泛滥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好的东西哈，大家一定要来买。这个脑力健啊，这个脑力健啊非常好哈，它因为它有很多的功用，它主要作用在脑，它有添加一些 alpha GPC， 它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就营养大脑，好，那让我们学习能力增加。那这个东西呢，它的纯度很高，它有 99.92 的高纯度，它里面也有加 NMN 在里面。我们凯利的产品有两款精品啊，一个是 MMN， 一个是 SOD。那刚青春丽鳞片是很拳头的明星商品代表。那我们把这两个东西呢都分别拆开来，一个 MMN 加在脑力健，一个 SOD 加在益生菌。好，那脑力健除了有这些以外，它还加紫檀奇、白藜芦醇哈，然后可以这个都是抗衰老的嘛哈。那也有加七黄素啊，还有加儿茶素等等哈，帮助这个还可以抑制我们大脑的这个吸收卡路里，就饱食中枢，它告诉你你吃饱，你不要再吃了，它可以抑制这个卡路里的吸收，好，帮助燃烧脂肪。所以要减肥的人要去吃大餐的前一个小时吃两颗，它可以抑制你的脂肪吸收。好，我针对它这些加的东西，紫檀奇、白藜芦醇这些，告诉各位它有什么功效，大家可以拍起来，等一下拍起来，这个一样，你看 Alpha GPC Beta MMN EGGC 七黄素，这是它的那个一天两次是一颗。那我们现在有时候是一天三次啊，早中晚哈。像温迪是一天三次早中晚，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有时候要用脑，所以我就下午的时候就再多吃一颗。那最好是空腹吃是最好。那我们 Grace 钻石它是早晚各两颗啊，哈、哦，比较有钱，它多吃一颗啊。大家如果口袋深的话，以后可以多吃几颗哈、啊。这个东西真的太好了，我其实最喜欢的产品是这一个哈。好、哦，那再来哈、哦，再来下一个哈、哦，下一个我们讲到。化 GPC 是什么东西，我们刚讲它里面的东西哈，这个大家先拍一下哈，它是一个天然存在的胆碱衍生物哈，那它作用于交感和副交感神经哈，被认为是治疗阿兹海默症和老年痴呆症的这个东西哈。那我们的自律神经分两种，什么是副交感哈，它有分交感跟副交感，交感就是调节身体的没有意识的状况，譬如说火灾了，你赶快就从18楼搬着你的冰箱跑下去，要结束叫你搬上去搬不上去，有没有这种就是交感神经在作用哈。那副交感就是休息啊、吃饭啊、尿尿啊、哭啊、眼泪啊什么哈，或者是说你什么有进食哈，这个繁殖的这个活动呢，就是副交感。那这里有写到哈，负责刺激与战斗，就是我刚讲的啊，就轻易的火灾了你就跑了，然后叫你再背上去你背不上去的，这个就是啊战斗逃跑，我们交感哈。那 alpha GPC 呢，它对于帕金森氏症智力发展这个肌无力、重症肌无力啦，这个出血、脑出血、语言的发展迟缓，或者是脑出血、一些脑梗的这个或是精神疾患都有帮助哈。是个人体质不同哈，仅供参考，大家不要讲说这个有治疗的效果哈，这个是对以下有注意哈，特别提醒一下，这是 alpha GPC 的一些健康功能。再来第二个哈，它所含的东西就是儿茶素哈，儿茶素的健康功能有这一些哈，美白啦、抗氧化、抗血脂啦、抗菌、抗过敏啦、抑制关节、龋齿、口臭等等哈。然后第三个呢，第三个是它含的这个七黄素啊，七黄素也有抗发炎、抗氧化啦、修复肝脏，好，还有这个提高免疫细胞的活性，好，抗肿瘤，好，这个是七黄素，这是它那个Lifespan 哈，脑力健里面的成分之一，紫檀奇哈，紫檀奇的话，这个就是有这个抗氧化、抗紫外线、抗糖化、抗美白，有没有？美白，防止皮肤老化、防皱，这样子哈，大家先把这个记起来哈。那白藜芦醇大家更清楚了，它有这十二项的功能哈，就是风靡的前面十年哈，让很多人赚到钱的这个哈白藜芦醇哈，我们也它放在里面哈，所以白藜芦醇现在只是我们里面的含量之一而已哈，所以现在我们要超前部署了哈。好，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藻蓝益生菌哈，刚刚讲到我们的其他的一个旗舰产品 SOD 啊，这里面有加藻蓝益生菌，外面的
其实我们的藻蓝益生菌，它其实真正的名字应该叫多矿免疫调节精粹哈，多矿免疫，它有72种的微量元素哈在里面。那外面的益生菌它不可能哈给你加那么多的微量元素在里面哈。那它那个益生菌呢，它是一种种植，就是说它藏在我们的人体里面了哈。那你如果说益生菌，如果说它好的话，它可以改善你身体很多的状况哈。那我们这个东西呢，有300亿的活菌这么多哈，每一条有3公克，那我们每一条里面都有放入那个氮气，氮气就是一种惰性气体哈，所以我们买的时候也没有叫我们的会员说你们一定要拿去冰，像我有时候买益生菌，他说，哎，你最好冰在冰箱，为什么？因为它很容易一热就活性菌就死掉了嘛，死掉你吃了也没有用，你如果这样一热就死掉的话，我是不会买的，因为你还要经过那个肠胃道的胆碱哈。考验那个强酸强碱嘛，你根本就不会打小肠，所以是吃安慰的，花钱的。而且有些益生菌啊，它只有乳酸菌，但是没有告诉你说它只有乳酸菌啊，你越吃会越胖。有些人吃乳酸菌，为什么有些益生菌越吃越胖？因为它没有其他的综合的这个很多的在里面。那我们这里面呢，还包括了伊氏杆菌啊、乳酸菌、鼠李糖杆菌、卷曲的什么的，好，这个有没有？一些东西呢，你看这像这个哈，它就对我们的那个肺的那个呼吸器官呢非常的好，所以像现在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肠胃道好哈，我们的这个身体就会好，我们有75%的免疫细胞是存在肠胃道里面的，所以大家要有这个概念，所以任何一个人他想要用膳食纤维来补充自己的营养的时候，一定要吃我们的多矿免疫调和精粹，这是基本款，一定要有这个打底，因为有75%的免疫细胞的接受器，以及我们所有的免疫细胞的调节交换的功能，全部都在肠胃道弟里兄姐妹面。平好，那我安，们这个我们的乳酸又菌到呢，了我还们有一包括起我能们够的来这些敬拜赞美主的时刻。菌种呢，我们都有编号的，像有的啦，就是跟你讲啊，它有一个什么双乳期双双。乳酸期的杆菌，这个，那我们的这个是有编号，是比如说 MR46-8，这样你才可以追寻到它最后的源头是作用在哪里，譬如说是作用在肾脏，作用在这个输尿管，作用在卵巢，这样我们的益生菌是有这样子的编号，而且有11种的活菌这么多，有3大类11种这么多，好，那包括对男性的那个生殖系统，还有那个泌尿系统。还有女生的这个生殖系统、卵巢、输卵管、子宫都有很大的这个菌在里面帮助。那我们这个除了这些菌株以外、菌种以外，我们还包含了一个益生元的东西哈。益生元是什么呢？益生元就是这些益生菌不是也要吃饭吗？我们这个益生，我们这个凯利的这个东西呢，藻蓝益生菌呢，它就加了益生元，它先把益生菌带便当。你吃下去的以后，它会先变成益生菌的食物，让它吃饱了，它就可以对抗一些坏的这个菌哈。好，所以我们这个有特别的有加入益生元。如果你吃了很多益生菌，但是没有吃益生元的话，那是没有用的。你本来身体就很不好，结果你吃进去，好，那那个益生菌也没办法活啊。但我们有益生元就不一样了。那除了这样以外，我们还有这个深海红藻的矿物精华在里面哈。我刚讲有72种之多的这个。好，这个营养素成分哈，那有那个伙伴问说它有深海的有机藻蓝蛋白，那有看到藻嘛哈，就想说它含有碘，那有甲状腺可不可以吃哈？可以的，我们这个是无碘配方哈。很多人想说医生跟我讲我甲状腺啊低下或亢进的人哈，我已经甲状腺割掉或是还没割的啊，医生给我交代说不能吃有这个藻类的，这样子的话哈，我那个碘可能会太多太少，会引起我的甲状腺风或是生病哈。我们这一款是无碘配方，大家可以安心的吃哈。